卡外抖音贴到的视频现在非常追求原创，如果原创做得好的话，出单还是比较简单的。特别现在你不管是带这个竞选联盟本土了，或者说全多管了，只要说你视频不错，基本上都会出单。所以这是市场流行的。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个 Stable Video 这个平台，这个平台可以通过图片出视频，或者从文字出视频，咱们可以选一下。注册是直接默认注册的，用这个谷歌邮箱。在这块儿，我给大家翻译一下，还是老样子，Ctrl Alt 加 D，直接识别文本提示符，使用提示符生成图片。然后在这块儿，我可以直接是选个工人在安装太阳能光伏板。这个出来的东西不一定会很精准，因为人物 AI 制作的话难度是非常大的。目前只能说看后期 Midjourney 还得发展程度。在这块儿的话，它是送我看。这又是搞积分了，看到没？生成需要11，咱们可以先生成一下，在这块儿。这个素材的话，大家去看别人带货的时候，你仔细分享，肯定是有 AI 成分的。现在你不用 AI 做视频的话，这凭原创去做决定的话，那很容易把人给累傻的。所以在这块儿，大家直接一出的话，大家会看到这块儿直接就提示一个工人了。这些其实出来都是原创。会 Midjourney 的话，其实很多软件都是通的啊。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图片出来之后，咱们随便选一个，选过之后，这下边都是参数，锁定了、照相了，还有这个放大了、旋转了。在这块咱们继续就行了，给大家走个流程。大家可以看一下，准备生成，在这块就等一下啊，正在生成过程中。Your video will be ready，对，视频几分钟。像后期我会给大家都推荐一些做视频相关的，我这块专注的点还是做视频这个账号网络，看过我视频人都知道，也基本上不会偏太多方向，我把这个基础做好挣钱就可以了。任何平台都是一样的，这块这个视频已经出来，大家看4秒，跟之前我讲的其他一些软件也是一个道理，都是出4秒。看后期平台发展吧，基本上所有平台发展，大部分都会出现在3秒、4秒这种，因为时间长的话。这个代价也是比较大，但一看就是我这个提示词其实是有毛病的。工人在安装这个动图，在做的过程中，其实大家看人脸手基本上都已经变了。咱们再看它这个平台的参考，大家会发现都是这种类似于静物图片延伸的。像我这个提示词，其实这个提的范围就有点广了，所以说会出现这种情况。那咱们比如说像这种人物了，我在新标签打开。其实这个大家可以看一下，它要么是图片上传，要么直接文本。一个经验丰富的路人，我按照他这个流程，我也回过头，大家看一下，就是刚才是100多积分，现在先通过它去生产一个经验丰富的路人，咱看它这个出来是什么模型。这个都是按照积分算钱的，目前我没有见过非常便宜的。你可以看，咱们选上一张图片，直接选人脸吧，在这块按照它这个参数不动，咱们直接点生成。在这个时候，咱们再看看，就基本上是属于一张静的图片做的延伸。像这种，这个完全是可以加在你视频中间使用的，并且很多素材其实已经出现了。现在无非就找更好的一个方案，所以说我后期会给大家挨着去推荐一下。有些我会花钱，有些我不会花钱，因为这个代价其实是比较大的，基本上牵扯到这种会员基本上都是几十美金。我给已经出来，大家再看一下这个，这个其实大家看效果还是比较好的，咱们把它下载下来。在右侧直接可以下载，咱们再回过头 Studio Video 再可以看一下，其实已经扣了11积分了。我如果说想加积分的白目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11积分一个4秒，我给大家看看这个钱啊，500积分10美金，视频大家可以算一下，这个500美金相一个11，就相当于是40多条70块钱，对，73块钱，大家可以算下这个成本啊。所以说这个就是 AI 啊。后期它这肯定还会降下来，因为后期竞争肯定压力会比较大，各个平台五花八门的，这个其实都比较真实了，这个大家可以看，很有意思啊，用到你们视频上，喜欢的点个赞。